张志明老师有什么有什么建议，还有什么看法？你对他哪个有建议啊？为什么对他没有建议？他戏太好还是不好？他戏太好，这个别这么说，真的不敢当，不敢当，真的那啥。没有，徐老师的戏好，徐老师第一次有。张老师的戏好，徐老师的戏。哎，不是，具体说说哪场戏你认为他最好？哪场戏最好？比如说，砍我脑瓜瓣的时候。什么？砍我脑瓜瓣的时候。哪场戏我咋没看见啊？就在沙发上搂着我的时候。是你搂我吗？又是我搂你。你也搂过一回啊？然后互相对视，我觉得看你眼睛里有东西，不错。有啥东西？啥东西？有爱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每次你俩对手戏的时候，你都会变得那么瘦？没有啊。就他把你抱到怀，就是你把他抱到怀里的时候。因为我觉得我的温柔只能给他一个人。有你那腿别挡脸。你说什么？我觉得从头到尾，我的思想就是说，我的温柔只能给他。我不管对爸爸对莫影，什么玩意儿，我的温柔只给他。